次赚最多都是经济大风暴的时候，有危机就有商机。在这三十年当中里面，我现在已经做到从容不迫，也得到一生的尊荣与自在。当我女儿和我说那句话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必须要做好 forever。 这个时代已经不是属于单打独斗的时代了，不能倍增的事业呢，对我而言其实跟打工没有什么两样。我手停口停，但是生活费不会停。因为永久产品很棒，让我在蒙古大出一片天。这二十年里，永久事业带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人生。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永久事业呢？我认识了我大学的学长严俊良，看懂了 forever。 我认识 forever 因为我老公啊，我以前每天都跟他较劲的，到底 forever 好还是保险好。哎，通过学长的介绍，结果发觉永久公司是一个非常棒的公司，所以我就投入了永久事业了。因为爸爸经营得非常成功，让我从小就有非常优渥的生活，现在我也是永久公司的一员。我是2001年加入 forever， 我5岁就加入 forever 了。因为认识张董，让我了解 forever。通过法国直销学会，我就寻找一家适合我的公司。当我很彷徨、很无助的时候呢，这我的老公呢鼓励我去发展的。加入 forever 啊！嫁给我老公，加入了 forever。加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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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orever， 发展 forever。